求神，求神，求请宇宙全能群神，求保佑我继续西行。一望四面完全无人，惊得即刻脚震震。悟空，喂，悟空啊，你翻嚟未啊？年假应该差唔多啦，系嘛？云师嘅安保系统出现咗漏洞啊！啊，系唔好提佢哋几个啦。八戒咧就去咗月亮帮嫦娥仙子揾兔仔，咁啊沙僧咧就帮我为师的行李嘅时候咧扭伤条腰，依家仲喺医院嗰度挂号。嗱，更加唔使讲啦，佢咧一边脚系单号，一边脚系双号，依家限号嘛。哎呀，日日都出唔到嚟，唔好提佢啦。吓、啊，信号唔好，听唔清。我信号满噶、哦，喂喂喂，吓、啊？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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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古董？哎呀！施主啊，系呢嚿石棘亲你系嘛？你曳曳啦，以后唔好再棘人啦，掂咗佢先。哎呀！边个犯瘟病人啊？阿弥陀佛，真系疯狂的石头啊！哎呀！苦，呢位施主，贫僧冇钱噶，扶你得，但系你唔可以屈我噶。我唔会屈你噶，你咪咁啰嗦啦，我好灵啊，个地板好灵啊。好，我扶我扶啊，影张相先，睇住啊，影多张，嚟全身。唔扶我啦，好灵啊。得啦，扶得啦。哦。哎呀！多谢唐师，我哋又嚟。哎呀！多谢唐师。出家人慈悲为。你啱先嗌我唐施主，你点知我唐僧噶？你咁嘅样啊！你话你系孙悟空，边个信呢？你睇你边个信？你金箍棒喺边度啊？冇喺度啊！施主自重。你做咩咁认真、啊？认真噶。话俾你听啊，我一早已经关注咗你微信啦。系、欸。真系关注咗我、啊。哎呀，你叫咩名啊？我搜下你啊。你又关注我啊？系啊系啊系啊。我叫白骨精。白骨精，白骨精。啊，搵到啦，搵到啦。白骨精，职业妖精，爱好。食人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！救命！话知你大妖精、小妖精、老妖精、妖精，全部我要扫一清啊！悟空，快啲救为师啊！快啲！你冇晒！好惊，好惊，好惊！救啲人！救啲人！啊！点啊？有咩遗言噶嘛？你个死马骝啊！你竟然识得黑我呢个弱质女妖！等我请到人，你又死我！同你讲，你唔好牙牙刷刷。切！啲啲打人，啲啲打人，啲啲打人。地址白虎岭，目标孙悟空。快啲过嚟，快啲叫到嚟，多多钱都肯俾。喂喂喂喂喂，鬼食泥咁，你讲乜嘢啊？理得我？喂，老魔王，系我。喂，唔好玩啦，你系我大佬嚟噶，今时今日调翻转头，你嚟对付我。哎呀，后弟，你有所不知吓，如今经济下行，物价上涨，牛哥上有老下有嫩，
仲要供楼养车，仲养埋个小三，咁出嚟做下打手帮补下啫嘛。白骨精，一阵等我帮你打走呢个死马骝，记得帮我五星好评下啦喂。冇错，一定五星评价，你仲加200字嘅好评得未啊？水龙汗肉。好，死马骝，汗烧，买住。喂，大佬啊，你系我大佬，佢系我师傅，我好难做噶噃。瞓下嘢都要噶。明白，嚟啊，一，一。话嚟假啫嘛，你系真噶，咁都要入戏先得噶。明白，走啊，唔系走，唔系走啊，死马骝，嚟啊，走，走，走，唔系走啊，你仲唔走嚟边？你哋唔好走，吓，等我喺开餐之前咧发个朋友圈先。发朋友圈，今日食饭好孤单。笑。笑啊！大头 ，Jenny， 好开餐。伯哥丁，你唔好食我啦，我啲肉咧又鞋又酸，唔好食噶。废话少讲，开餐呀！妖怪，合埋你个嘴。女儿国国王。你点知贫侄在此受难过？咩料啊你？哼，在下女儿国国王，你啱啱啊，我见到呢个白骨精啊，张业发你嗰个自拍发咗上朋友圈，咁我咪嚟咯。一个人类，你以为你系边个啊？我分分钟连脷都食埋啊！呀！堂堂在下嘅女儿国国王，我大把银两。我而家就俾你睇下我重金礼聘嘅高卡斯打手，引嚟！哇哇哇，劲啊！严冲，还不快快受死！多谢你啊！既然咁开心，不如。拍个自拍，你发个朋友圈先嚟，嚟一齐嚟，嚟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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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嚟，准备好未啊？嚟，三二一，笑！每逢节日游客多，商家赚到笑呵呵。小白龙我要赚大钱，西海岸边卖海鲜，卖海鲜。行过路过，千祈唔好错过啊！38蚊份大龙虾，快啲嚟试下咯喂！客官，快啲嚟试下咯喂！哇，好香啊！香咧，香咧，要唔要整翻份试下？要你口啦！你就懵老你话，西天取经嘅时候。所有經費都要經過師傅同意，再向上邊先可以報銷噶。你乜嘢都話要，你問過師傅未啊？嚇，問過師傅未啊？問下師傅，去啊，去啦，去啦，去啊，去啊！師傅，自從我哋去西天取經以嚟，每日起得比雞早，瞓得又比狗遲，做得又比牛多，食得又比豬差，遇到妖怪啊，我哋仲做咩啊？叔叔，师傅啊，师傅，我哋份工又冇保险，又冇提成，又冇休假，我而家真系饿到发唔提啊！我净系想食一碟少少嘅龙虾咋，师傅你就送下个荷包啦。八戒，唔系为师唔俾你食啊，而系为师个荷包已经干咗糖啦。师傅，系八戒唔通？唔怕同你讲，呢10年嚟啊，物价飞涨。10年前啊，100蚊大米要你先抬得喐。10年后嘅今日，100蚊大米我一只手就去拎得喐啦。如果我哋依家食咗嗰盘大虾嘅话，我哋就可能饿几日噶啦。系师傅啊，师傅啊，咁样啦，
既然啲錢放住喺度，佢都係貶值噶啦。今日咧就可能買到盤大蝦。係啊係啊，睇睇睇，聽日嘅話可能買到啲麻蝦或者蝦毛咋。係啊係啊，$38大龍蝦，$38大龍蝦。好啦，取經路上。你哋冇功劳都有苦劳，冇苦劳都有疲劳，为师就破例一次，请你哋食虾。吓！哎呀，咁就啱啦，三位客官埋边请啦。嚟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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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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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哎，我食啦，睇住慢慢食啦。喂，点啊，客官，食完未啊？食完啦，嗰啲大龙虾好唔好味啊？大喂，阿老板啊，明明系大虾啫，唔系咩大龙虾喎。大唔大我话事嘅啫。算啦，埋单。好，嗱，一盘虾咧就一共40只，啊，一只虾就$38，一共咧就1520。喂，只几多啊？$1520啊！哇！又似你话你开间黑店嚟呃人系嘛？你打烂我个招牌，加多500，我俾够1000你，睇你打啦！一、二、我系西海龙王三太子小白龙，你够胆打我？你话知你龙王定泥鳅啊？嚟一啦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打啦，真正打烂我妥妥特特有换500噶。系啊，学哥。好好，我而家唔同你武斗，嚟文斗啦。嘿，文斗咪文斗咯，惊你啊！豁，嘿，嘿，啊，咩？嘿，加油！嘿，加油！嘿，加油！好烦啊！烦啊！唔该你。菩萨，阿菩萨，发生咩嘢事啊？菩萨，你嚟得啱啊！咧，最衰就系呢个小白龙啊，佢又卖天价虾，开黑店啊！做咩啊？开黑店啊？吓，你仲话唔开黑店啊？你欺行怕市啊你啊！我欺行怕市？你讲清楚啲啊！你食嘢唔俾钱啊？你食嘢唔俾钱，你做咩唔俾钱啊？系你啊！你哋嘈到本座个头 V 晃晃 V 晃晃咁，想点先？嗱，系咪啊？好靓强啊嘛！你话女仔出街点会唔化妆啊？就系本座啊，都会打少少粉底，遮一遮。我打少少粉底就为咗遮个皱纹吓，少。我而家好多皱纹咩？你做乜鬼嘢咁快？观音菩萨。是咁嘅，雖然咧你依家睇落可能有少少老啦，但係喺我心目中你都係好靚女嘅。我師傅嘅意思咧就係話你近睇嘅時候咧就好鬼靚，但係遠睇嘅時候咧，哇好鬼醜樣喎。撲街！哦，佢冇響喎。菩薩，唔好意思啊，佢把口咧就唔收嘅。唔好介意啊！唔介意唔介意，哎呀，唔好讲埋晒啲咁嘅衰嘢，我哋讲翻啲正经嘢吓。小白龙，系，你唔好大大弟弟，你话俾我听，你嗰碟虾嘅成本系几多，我就可以计出你到底系咪黑碟。哎呀，菩萨啊，其实我嗰碟虾咧成本好高噶，1000多噶。哦，几百蚊噶。几十蚊噶。7.48啊！
共享菩薩。你仲賣1520蚊俾我哋，哇！你仲唔係開黑店？小白龍，你而家係開黑店啊，困遊客，嚴重影響咗我哋嘅聲譽。悟空，到，拉起佢，受監。明白，菩薩，且慢嚟抽。菩薩，人誰無錯呢？神仙都有犯錯嘅時候啦，係咪？不如等佢同我哋西天取經，做翻個好神仙啦。哇！你咁都講大話？菩薩，啊，其實係咁樣嘅，我哋西天取經，盤村用盡。我哋依家咁衰一个，好似小白龙咁啊，赚钱高手帮我哋赚钱。咁小白龙你愿唔愿意啊？菩萨，我愿意系愿意，不过咧喺签劳动合同之前，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啲福利啊待遇咁？可以。嗱，其实咧我哋嘅福利相当之好嘅。今年嘅效益冇咁好，但前景一片光明嘅。哎，多少钱啦？小白龙唔怕同你讲，我哋西天取经可能好艰苦，会挨饿，会挨打，甚至乎唔被人理解。但系我哋做紧嘅系一项伟大嘅文化交流壮举。为咗我哋嘅梦想，为咗我哋嘅信仰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好，咁我哋出发。我向你求婚，我求你应阿成，我对你情深，这情意天能证。心哥，嫁俾我啦！你唔好咁啦，呢度好多人噶。你若然唔应承我，我就长跪不起。咁好啦。心肝嘴淡啊！嘴下留人。喂，你搞咩啊？我以为你假扮我男朋友个女朋友啫嘛，你做咁好做乜啫？要你做衰人衬托我啊！咁到时你爹哋咪觉得我系心水新抱，将佢价值千万嘅全家之宝送俾我咯。儿子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天哪，这是个什么酒楼啊？这是，停了电就停电，你多点几根蜡烛嘛。你看看弄得乌漆抹黑的，真是。嘀咕什么呢？阿爸，叔叔你好啊！我女朋友啊！哎呦，这是你的女朋友啊！漂亮，跟你妈一样漂亮。不过以后带你女朋友约会呀，找家好的酒楼嘛，咱又不差钱，是吧？找家有电的，是吧？你看这个的乌漆抹黑的，旁边还有抽烟的。大家都知道吗？我一闻到烟味儿我就咳嗽，我这个肺就不舒服。哎呀，叔叔，你不舒服，你坐下，你坐下，坐下。哎呀！哎呀！一场嚟到，整翻支先啦！嚟！哎呀！啊，冇火系嘛？我一早有准备。哎，你我这么早去？啊！这孩子，你这是让我抽烟呢？哎呀，没事儿，我也知道你是好心啊，没事儿，漂亮，哎，我喜欢，来，坐下，哎，咱们吃饭啊，高高兴兴的吃饭，来，好啊，哎呀，依度有菜牌呀，你睇下你中意食啲乜嘢？好，哎呀，我看看啊，这家东西，哎呀，我咧一早啊睇个菜牌啊，知你中意食啲咩噶啦，榴莲你唔食啊嘛？你看这孩子，就是知道我的心，我就不爱吃榴莲。我跟你说，我闻了这半杯榴莲炒蛋、榴莲煲鸡、榴莲蛋糕，请问？阿叔叔啊，你闻下，
呢个就系最新鲜嘅猫屎榴莲啊！不是，姑娘啊，我对这个榴莲的系啊，我知道你不嬲，其实都好中意食噶嘛。不是，系啦，哇，你试下嗰啲猫屎榴莲系咪好似猫屎咁咧食紧？哇，睇你个样就知道你好中意食。喂，难啊咁就。使唔使再食？多少？系咪好香咧？我闻到都觉香啊！哎呀，这姑娘，你长得倒是挺漂亮的。我倒想问你几个问题啊。啊，你问啊。你听力没问题吧？冇问题，好清楚。中国话没问题吧？都冇问题。那你这精神上也没问题吧？梗系冇问题啊！姑娘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来，你坐，你坐。啊，你坐，没问题。你没问题啊？没问题，那怎么我不抽烟，你给我烟抽？我不吃榴莲，你点的全都是榴莲。不是，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因为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雷击，因为，姑娘，你是逗我玩的对吧？哎呀，我就喜欢这姑娘多么的风趣幽默呀！我喜欢这样的。来，坐下，吃饭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姑娘，其实啊，我对我儿子找什么样的女朋友，我一点要求都没有啊。我一看到你就顺眼。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社会上不三不四的那些女孩啊，袒胸露背呀，那实在是让人看不惯，有伤风化。这孩子肯定着凉了，等等啊，连屁都咳出来，我带药了，我给他点那个止咳水。来，姑娘。爸，不行，爸，姨妈啊，我这心脏，我心脏，哎呀，调息，哎呀，我，哎呀，我受不了这个，哎呀，我向你求婚，我求你应啊成，我对你情深，这情意天能证，心肝嫁俾我啦！啊，咁多人，唔好意思嘅。你若然唔嫁俾我，我就长跪不起。咁好啦。心肝，石啖先。这鬼下留人！我说你臭小子，你要干什么？阿爸，我咧就想向佢求婚表白，你系咪有啲咩谂法咧？啊，系啊系啊，你有咩谂法咧？你直接讲出嚟得噶啦，直接得噶啦。小子，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今天你要是跟他结婚，我就推进夫妻关系，我就把咱们家传家宝我送给他，我就。啊，闺女带上，来，这，俾佢带上。哎，哼，我跟你说，小子。别的我不说，今天我才发现你能找到这么好的姑娘太不容易了。哎，这儿媳妇我认了。哎，不，刘爷，姑娘干嘛的？打酱油的？看着面熟啊，这叔啊，你听力冇问题啊嘛？没问题啊。咁你中文冇问题啊嘛？当然没问题啊。咁你精神有冇问题啊？姑娘，我跟你说呀，我儿子今天能找到你这样的媳妇，那是心满意足了。你听我说啊，虽说是你抽烟吃榴莲还袒胸露背的，可是你不知道我的老伴儿，也就是他妈妈啊，想当年的时候就是又抽烟又吃榴莲又袒胸露背，我们两个吵了大半辈子架呀。
可是如今他走了，我再想跟他吵架只能在梦里了。哎呀，真是缘分天注定。其实我是假的，我只不过是你个仔的同事，他专登嚟嗌我假扮他女朋友，我演得越差就衬得他真的女朋友越好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全家之宝不是属于我的，是属于他的才啱啊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假的？你说你是假的，儿子，社会上现在还有这样的女孩吗？贤良淑德呀，打着灯笼都难找啊。姑娘，你说你是假的，我跟你说我也真不到哪儿去呀，你就是我们家儿媳妇，带上啊。咁即系点啊？耶，其实我都是假的。吓，你是假的？在公司呢，我一直暗恋你啊，咁多年嚟我都冇勇气开口，我谂咗好耐先谂咗呢个要你假扮我女朋友嘅方法嚟当众向你表白啊。我今日真真正正见识到，原来你系咁心地善良，咁贤良淑德，我真冇睇错人啊。虽然我啲戏系假嘅，但我对你嘅感情系真噶。唔系咧，你仲有个女朋友啊？佢系我亲妹嚟噶。这是我女儿。老豆啊，你真系好衰噶。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儿子，你还傻愣着干什么呀？把你们排练了那么多次的求婚表白进行到底呀！起啦！看来儿子多帅啊！我向你求婚，我求你应阿成，我个爱你情深，这诚意只能等。Want to marry me, I love you. 阿婶哥，你嫁俾我啦！李阿成，哎呀！